人参有药王之称，自古即认定为养生气足、补充能源的优质圣品。在20世纪初期，美国亦称为花旗国，在美国所种植的西洋参，也便是正宗的花旗参。The Wisconsin ginseng, because of that, the slower growing climate that we have, the cooler nights, the warm days, we get that bittersweet, which is recognized in the industry, and that we have that higher jacinthoside content, which Wisconsin, there's ginseng is known to be the yin of the yang. It's a calming, it's a cooling, but yet it's a, gives you the energy to work all day, to relieve the stress. 随着全世界的花旗参需求大增，美国威斯康星州花旗参农业总会瞄准了台湾的中草药市场，特地来台举办产业说明会，支持台湾在地特约经销商。台湾方面除了有新的经销商加入之外，这次也和中草药商会面，协助店家辨识正宗的威州花旗参。花旗参在台湾的中药产业里面一直扮演着一个很不可或缺的角色，在传统的中药房里，花旗参总是摆在最显眼的位置上，而在台湾畅销的保健品中，花旗参常常是里面的主要成分。由于花旗参保健产品卓著，广受台湾民众的欢迎，所以当初旗参在创立的时候会选择花旗参作为我们主要的经营品项。人参大致分为花旗参与红参，红参属性偏燥热，为大补肺中元气、提升免疫系统的良药，而花旗参性味甘凉，则以补气养阴、清火生津两补时使用。一般我们在中医界了解啊，因为高丽参他们经过一个泡制的过程，产生了比较一个热性，那对于有血压高或是比较热性体质的人比较不适合。而威斯康星花旗参呢，它是一种凉补的，它是起来就是干燥而已，对一般大众的体质几乎都能够接受，不会有这个高血压的问题啊，或者就是它比较凉补。为符合大众需求与不同年龄层的使用习惯，在台湾最悠久的经销商已发展多元的产品线，近年各以各种即食花旗参产品吸引年轻族群。过去原始是都用生条生片，那为了与时俱进，年轻族群他们时间上比较不多，所以我们有很方便的茶包，有方便的人参粉，也有人参锭，也有萃取的容易携带的萃取液，这些都很符合年轻族群来享用。台北迪化商圈是著名的中药街，这里有台湾第一家的威州花旗参专卖店，有别于传统中药行，有着现代化新颖的装潢，并设置饮品专区，民众可在此享用各种创意的花旗参饮品。我们觉得一个多元化的市场，我们这种样子只是市场的一份子，其实当初并没有什么特定的想法，就觉得这样子似乎跟年轻人更容易接近一点。我们主要的让年轻的族群能够了解这个花旗参，我们这个地方主要还是要教他们如何的使用，更从这个生活化，从这个方便性。一般我们就只想到人参鸡汤，那现在很多人已经不进厨房了，所以日常生活最接近你的应该是饮料。那国外也是有这样子的吃法，所以我们就用国外的吃法来教导大家，让你平常就很容易对付它，然后又可以吃到花旗参，又吃到你平常喜欢的饮料。为了更能辨识纯正的威州花旗参，美国威斯康星州花旗参农业总会授权特约经销商使用认证标章，让消费者购买花旗参产品时有更多的品质保证。The ginseng in the United States market is becoming more prevalent, or is being noticed more. We have a larger Asian population that's growing. We have the seal, which guarantees that
It is Wisconsin because it's been inspected, and it assures its purity, its quality, and so when the consumer sees tha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broad, that they're assured that it is Wisconsin ginseng. 威州花旗参是中医公认的上等药材，其独具天然与保健功效备受珍视，更是全球公认的优质养生圣品，也期盼借此传递给国人更多的健康与幸福。